争执的那个情绪，是几乎可以向全世界讨回你付出的一切。哦、对，我觉得这个歌实在写得太好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写到这么凄凉优美的歌。不如这样吧，一支是，我真的讲可以数得出来，比如说像，没关系，这个数得出来，不用数，不用数，千万不要。我们已经帮你写好歌了。我想要成全你，成全你的美，我想要成全你的美，且绝不后退。我想要这生命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哥，你们好，云丹你好，谢谢，谢谢赵仁，谢谢大家，好，我们越走越后面这样子。好了，这个台下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动力火车，赵仁的这个特别嘉宾呢，是，其实我们应该算是花了20几年的时间，真的，我们已经上，其实我们今天当这个嘉宾也很荣幸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想。高五人上次请好像是五月天，是啊，对，真的吗？我们应该是在五月天的那个，那我们还是退下来好了，不行，都上来了。所以我说我们准备了26、27年，对不起，才有可能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像我们这个高五人的那个名气啊，我们真的是很难。这刚刚在唱的这首歌呢，这个叫什么歌啊？在这座城市遗失的你，谢谢秋兴哥。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的人并不多，是真的。你看那个《三番故里》，请问《三番故里》是什么意思？是你住在三番市，还是你的故乡？三番两次回到家乡。哦，对，哦，好了，也没什么特别了哈。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歌词就是《三番故里》，三番故里就是有是啊，你刚刚讲的《三番故里》有争执的那一段，然后就是这个他在发脾气的时候，好像没有写到发脾气了哈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了，可以把那个歌词拿出来看一下吗？可以、那个起争执的那个情绪是几乎可以向全世界讨回你付出的一切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歌词实在写得太好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写到这么凄凉优美的歌。不如这样吧，一支是，我真的讲可以数得出来，比如说像，没关系，这个数得出来，不用数，不用数，千万不要。我们已经帮你写好歌了，我们答应要。秋兴哥刚刚这么的急迫呢，就是因为知道他想知道告五人有没有写歌，对，给动力火车是，有，真的写好了。我跟你讲，写好了。歌手哈、哦、有好几种，像我们就是只是一个扬声器而已，我们只是。这是人家写歌，然后我们把它唱出来。那有种就是全能的、全方位的，就像告五人这样，又可以写，又可以弹，然后又可以唱，而且人又高又帅，很真的很难。